走下来，感觉像太鲁阁的味道。关河天瀑、关河沟终点，这是关河沟景区内的九叠瀑。我们的山区还是很壮观的。关河沟内沿路的河景。关河沟区内一景，今年是2024九月十号，这边是扎嘎纳仙女滩观景台。我现在走着360度的环绕，这边就是仙女滩，比想象中轻松多了。今天是2024年九月四号，这边是扎嘎纳绕中的草原保护区，也是可以骑马。藏包在卖小卖部。今天是2024年九月五号，我们住的塞翁站在外面的风景，现在一早7点，大家都在外面等着要吃早餐，就住在藏寨里面，这感觉是挺不错的。餐厅，哎，塞翁藏寨。在花湖四八国道，挺美的，在花湖景区内拍的，这是叠布花湖里面湿地的牛羊群，在里面转一圈要一个小时才能转出来。现在在洛尔盖草原内华湖的寺庙，跟大哥说比呼伦贝尔的草原还要美，因为那边没有水，这边都是水，美啊，真的是漂亮。哎，你看这边是我们在花湖栈道里面要返程的路上，你看这个大哥一切都西藏哪里都去过了，很漂亮哦。哎呦，这么好看。
下午那边。这是洛尔盖草原里面的花湖湿地一景，有水，有山，有云。你看，这是多美的地方啊！这是人间仙境啊！今天是2024年9月5日，这边是甘南县路的一个景点，叫九曲第一湾。可以坐着扶梯上来，不用爬得那么辛苦，那么累。这样子。2024年9月5日，我们来看看黄河的九曲第一湾，这是甘南县里面的一个非常棒的风景。我们是坐了十几层楼梯才上来的，看看下上面无云，所以太阳之前才会落下来。现在走到木栈道下来的一半的地方。再拍一下，这边还有木栈道，哎，下来走木栈道，上去坐电梯。2024年9月10日的黄河九曲第一湾，不知道第几拍了，现在也特别美。造字。今天2024年9月6日，今天来到了老墓室参观。这是它的外围，现在等一下要进去了。葬墓室，老墓室，这边是老墓室的外围，应该还很多的飞鸟。我刚还很多喇嘛，这边还有很多转经筒，很大的转经筒。哦，里面有一个转经筒一直在转。洋洋导游是说是靠水的动力的转的。山谷，看到很多人围着老墓室的主殿转。刚刚我也去转了一圈，就是周边的景观，山坡上啊，有很多喇嘛在移动。风景也是挺山水秀丽的。老墓室外面很多鸽子。这边是拉布楞寺的大金瓦殿。这里就没时间。转一圈子。
这边是合作的米巴波哥，上面有九层哦。然后等一下参观完，我们要去炳林寺，本来是不开放的，结果听说今天开放了。是的，那个吗？2024年的9月7号，我们来到临夏县。要用中餐，可是现在太早，饭点太早。刚好对面有个河，听说是黄河的分支，叫桃河。看这个水多壮观啊！又有柳树。那边还有个红桥，走走晃晃，挺悠闲的。今天是2024九月七号，我们现在在刘家峡水库。我们等一下坐半个小时的快艇去参观炳林寺石窟，然后参观完了再坐半个小时的快艇回来，之后回兰州，结束这8天6夜的行程。今天是2024九月八号，我又搭公车来到了水车博览园，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车，
很多家长都会带小朋友过来，今天刚好假日。前面呢，那个滚滚黄流，应该也不是黄河，好大，好多，好多水车，好多人在这边逛。这两个大水车也是很大的，我们来看看旁边一旁上来的滚滚黄河，哇，水势磅礴啊！看看水势磅礴，难怪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啊！您看看，唉，真的是好壮观啊！拍一下水车在侧边转，侧边转的水车。水车博览园内也很多国，好多家长带小朋友来这边玩。玩鸽子，看都是小朋友，今天假日的关系，所以大家都休假了。这边还有教师作品展，应该都是老师画的吧，很多画，不知道能不能摄影，所以就远远拍一下吧。是水车博览园的黄河，远远看过去，很多水车，有的水车是被柳树给挡到的。仙鹤借我一双翅膀。